兽首，既代表这个村的荣誉，也代表家族的荣誉。能煮好的龙舟耶，这个是衡量这个厨师好坏的标准。把一起划龙舟的兄弟啊，请过来庆功一下，吃一段龙舟的团圆饭。升起，端午节味浓。在民俗氛围浓厚的莆田，端午节有五日之多。翻开莆田人的端午食单，美食早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清热祛病的午食蛋，寓意平安的龙船饭团，都是莆田人难以割舍的心头好。诚挚，远近闻名的莆田大厨，眼花缭乱的菜式都逃不过他刁钻的味蕾，而他最偏爱的，恰恰是其中的一道寻常菜肴。端午节在莆田，他每天吃的都不一样。初一我们要吃糕，初二吃粽子，初三吃螺，初五就吃卤面，肯定要吃面条。闽菜看莆田，莆菜看卤面。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莆田一样给予卤面如此高规格的待遇。我做卤面一般都是用猪骨头汤，猪骨汤汤越熬得越久越好，就把它那个熬成奶白色的，把那个鲜味啊什么都熬出来以后，把用那个汤去煮卤面。一捧简单的白面需要数十种配料前醋后拥，莆田人把钟爱的海味融入卤面之中，鲜是他们对味觉的极致追求，海鲜中自带的天然盐巴是卤面最好的调味剂。春干、海蛎啊、虾干、山珍海味，把那个鲜味啊都熬出来以后，用那个汤去煮卤面。红菇，这种只产于福建武夷山南麓的神秘菌菇，是卤面的增鲜法宝。一碗红菇卤面端上桌，守信地提醒着莆田人端午的到来，也暗示着一出重头戏即将开场。我们举办龙舟赛，一是为了欢度端午节，二是为了龙舟教主，也叫请船，就是把隔壁村和屯村兄弟龙舟都叫过来，叫那些划得比较好的、比较久的来教这些新的船员啊，怎么划，就是改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。别村的龙舟过来，他就要把那个船桨举起来，问你好，你好啊，握手的意思。给前来的兄弟龙舟红包啊，把他船上的那个保护神请上岸祭拜一下。118艘兄弟龙舟从别村赶来，参加一年一度的龙舟大会。宁荒一年田，不输一年船，齐心协力在龙舟赛上为宗族争光，是每个划船手心中的头等大事。我们这边龙舟一般以姓氏为单位，每个龙舟手既代表这个村的龙，也代表家族的龙。我们的龙舟一旦划赢了，在那一带十里八乡都是很出名的，就是说遇到就是说，哎，你们家龙舟划得好，农村人就讲究这个。一条龙舟，一个姓氏，一脉宗亲，共同战斗。划手们明白，此刻的酣畅淋漓将在夜晚迎来最盛大的美食慰藉，千人龙舟宴。
作为今晚龙舟宴的掌勺人，程师傅身担重任，挑选食材是第一道难关。龙舟宴的菜都是福建的传统菜，它都讲究上海结合。比如虾哦，一桌一斤，鲍鱼每人一个，差不多一个有二两。这个就是莆田南绿鲍，我这个肉越厚越好。这个还没到二两。二两鲍鱼比这个大。南绿岛环境好，水流急，南绿鲍的养殖周期比较长，单个出粮是全中国第一的。吃起来口感是它是有弹性的，有脆度的。这款来自海洋的珍馐即将成为龙舟宴上的美食焦点。做南绿鲍的手法会很多，我做的这个南绿鲍它是口感是比较入味的，用这个鲍鱼去杀五花肉。肉垫一层，铺在下面的，把鲍鱼拿上去的，拿到蒸笼里面蒸，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。鲍肉 Q 弹紧致，红烧肉软糯鲜香，把海洋的馈赠化为宴席上的美味，给予人们最暖心的安慰，这是中国人的美食智慧。河道里上演着龙舟赛的高潮，后厨演化成为分秒必争的战场。古时龙舟宴被视为图腾圣餐的遗留，用于祈求划船手身体强壮。时代变迁，如今的龙舟宴又添上了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。傍晚6点，客人陆续到场，所有人都在心照不宣地等着头菜热乎出炉。青花焖豆腐在龙舟宴里面是头菜。龙舟宴里面焖豆腐是不可或缺的，我们是把盐卤打起来，卤水点豆腐。盐卤点的它会比那石膏点的稍微老一点，但是它那个豆香味更浓。想在美食传统厚重的莆田安身立命，厨师必须拥有经得起考验的过硬手艺。在莆田如果这道菜做不好的会被人笑话的。打碎和重组是焖豆腐的制作精髓。为什么要把豆腐打碎？打碎完以后，它豆腐的它跟那个所有的材料都融合到一起了，加上我们泡好的那个葱干、香菇、虾干，它剁碎，就把海鲜的那个鲜度吃出来。把它炖出香味以后，把捏碎的豆腐倒进去。山海精华都浓缩在清煮慢炖之中。滑嫩的豆腐在海味的诱惑下散发出迷人豆香。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，我们会观察它在煮豆腐的时候，我们有看那个汤汁的颜色。最早在里面锅里搅的时候，那个汤是白色的，我们用那个爪梨啊加一下，让它把水排出来，把豆腐变成一块的了。豆腐差不多熟了，汤色是比较清一点的。那我们会就把它鸡蛋加进去啊，让它凝结的更硬一点，就是成型比较漂亮。看到焖豆腐的第一眼，极易被它平平无奇的外表所欺骗，但它仍凭借绝佳风味，在口口相传中赢得鼎鼎大名。最贵的，最贵的一道菜，对啊，鲍鱼。尝一下莆田南绿鲍。嗯，这个卤味，这个卤味啊，嗯，有浓郁的肉香。往往我们很多人吃鲍鱼都觉得像吃蘑菇，对对对，哎，要有浓郁的肉香，吸到了下面五花肉的味道，是是是，而且炖得很烂。莆田依山傍海，
海味和山珍联手促成这场千人民间盛宴。天然食材触发的奇思妙想，一路演绎，化为宴席上凝聚宗族的味觉标志。今天当我包了龙啊，明天好生又包龙啊，等到梦啊又好圆啊，他们要争取大的梦啊。出一回龙舟宴，就尝遍了整个莆田。莆田的龙舟文化和宗族情谊，在一次次的宴席中不断延续。借由食物，人们与一方水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情感纽带。中国宴席的背后是独特的味蕾享受，是坚定的文化信仰，是说不尽的人生百态。